啊？四宝肯定能出 SP。哎呀，没有。小霞。啊。我刚刚楼下收到一个包裹，哎。呀，哪里来的？是河南的。呀，老爸。啊。河南的，这是我跟一个粉丝换的一张终极闪耀赛罗 X。那你这样子的啊？终极闪耀赛罗，你现在有几张了？我现在呢有9张了，但有一张发去评级了。这样子是吧？啊，哦，你打开看看先。好的，看一下，他这张品相好不好？品相一个，哇，这是啥？啊，这么大一个，来拆开看一下。啊，我呀，还有其他的卡？这个，这个，这里还有什么卡？这是电的卡片。这里还有什么卡？大卡。啊？呀，这里还有两张卡。哦对。我是哥哎！还有这张是什么签名卡？一张 U 啊金沙签名。这张呢？还有一张 X 的 SP 卡。超级难 SP， 还有一张飞天 P 啊。重点就这张。嗯。这张是终极赛罗 XR 卡啊、哦，看一下背面。呀，背面就这里有点小瑕疵啊、哦。嗯。其他好像还可以。100000。嗯，这里还可以。嗯。哎，你这位粉丝的网名叫什么？我名叫开朗的网友大将军 SE。这样子是吧？嗯。哎，那你换给他什么卡呢？神秘四奥是哪四奥？我换给他的卡在这里。在这里。啊，是什么卡？豪华18一盒。28弹哦。嗯。GGP 加3重 SP USR。没了，就这么多。还有张你的签名是吧？就这么多是吧？对。哎，那你把这张卡插进你的大卡车。嗯。Later。来，装进我的卡车。来看一下你的9宫。哇塞，现在我目前还差一张，小笨宝，我现在还差一张啊，这个卡一啊就抽屉9宫格了，如果你们谁有的话可以私信我，我可以跟你们话。那么好了，本期40秒这样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